属灵心汤之超级计算机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哥林多后书9:8。在这个全民就学的社会，我们的知识学识都有所增长，在处理上帝的财务管理事工上也用上了系统化详细的计算法，期待能够万无一失地把上帝的事工做得最好。有时候太过执着于系统化，却会面对这不近人情的困境，看见有需要的人或团体却不能给予历史的帮助，而需要经过重重的系统跟会议。太精密和太谨慎的财务预算也会让福音事工面临绑手绑脚的困境。我们是否太会计算而忘记上帝供应的大能呢？我们的计算得那么精密，而导致错过了上帝的神迹。太过精密的计算往往会错过了服事的机会，也错过了及时行善的机会，更失去了上帝要多多加给我们的恩惠，还有神迹和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赐我一颗愿意把自己完全付出而不去计较不去计算的心，让我们在我们的善行上看见福音大能的显现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